世界，接下时间，让我们有请到的就是我们莫森眼镜的品牌代言人肖战，有请。Hello， 欢迎，你好。来，我们先请战战来跟屏幕前的各位来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莫森眼镜品牌代言人肖战，今天很高兴在这里跟大家相见。肖战一出来就戴了一个很好看的莫森眼镜，相信很多人也想 get 同款。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移步到我们的讲台，看看今天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好不好？没问题，来，有请。好，那其实呢，我们本次的一个限定新品的一个发布活动的主题啊，叫做境界双生多面多变。那莫森呢，之前一直是以直面每一面作为品牌的一个主张，所以站对这一次的主题有没有什么自己的想法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莫森一直是鼓励让年轻人勇于去尝试不同的风格，所以我想是在这样的基础上，他们有一个全面的升级吧。是，还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那这次主题的概念呢，是从 logo 的一个全新设计上延伸而来的，由这种镜像的方式来表现出更多面的一个品牌态度。所以这一次呢，也是一个新主题的发布，那就是多面多变。没错，所以大家看到这一次限定的新品，也是在细节上面做了很多独特的设计。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我们眼前摆放的就是我们这次限定发布的一个新品系列哈、啊。我刚刚看了一下，真的是做得非常非常的精致，而且呢镜像双生的一个新造型也体现了产品上非常的有设计感，而且这一次是限定，有没有看到我们变成了一个金标的一个搭配？没错，而且这一次这个金标的设计很不一样啊，而且你知道吗，张亮，我们这次这个镜腿的立体感在工艺上跟结构上都是非常非常考究的，而且其实你今天戴的也是一个新 logo 的眼镜，也是双生系列的新品。没错，这一款呢就叫星辰镜。星辰镜，我发现张亮是特别适合这种文艺范儿的这种镜框、啊、非常适合你的气质。其实还行，这个系列的光学镜呢戴起来很轻、而且耳朵没有什么压迫感。对，我刚刚把这个拿起来了，这个系列的光学镜其实它的镜腿啊是采用了一个钛的材质，这个材质呢比普通的金属呢更加的轻盈，也你看啊，非常非常有弹力，哇，就这样弹它都不会坏，而且它也不容易变形。其实我们面前摆着两个眼镜嘛，然后又是新品，我也想试戴一下，有没有能给我选哪一款？那就这款吧。这款，我们试一下啊。这款叫那个星芒镜，对，星芒镜的这个镜框呢，其实是，说实话，我脸不小，但是能够蛮修饰我的脸型的。大家在日常选眼镜上啊，其实有的时候还会有些纠结嘛，所以就来问一下大家，平时在出席比如说活动啊，或者一些日常的穿搭啊，有没有什么样一些选镜的秘诀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其实关于选眼镜的秘诀也没有，就是考虑一下每天去的场景，去哪儿，对，戴什么眼镜。没错，不同的场景适合不一样的眼镜。嗯，比如说这一款吧，这款 oversize 的这一款潮流大框呢，戴上就是另外一种不同的感觉了。那戴上给我们看看。行，来感受一下另一个不一样的肖战，立刻就不一样了哈。我跟大家讲一下，这款叫做月眼镜，对吧？这款确实很帅，而且这个大小框佩戴上的感觉真的是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比如说我刚刚戴的这款是星芒镜，所以戴上去立马就有一种混入潮流圈的感觉。那么我们莫森这个品牌呢，除了不同的大小的一个镜框之外，在材质上也是选择非常非常丰富的。没错，那有很多不同风格的产品呢去选择。那这一次呢，其实我们还准备到了一些新款来给大家来进行搭配，所以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请战战跟我一起移步到我们的莫森工作台来。没问题，我们一起来。
好，我们现在呢来到这里看到的是一些就是已经拆解的一些零部件哈，其实包括一些我们镜片啊等配件。那现在呢我们既然到这边来了，就要给大家详细的讲解跟互动一下了。其实从穿搭上来说，太阳镜呢也逐渐从防晒的刚需的一个产品变成了我们日常的一个穿搭的配饰。嗯，没错。嗯，而且越来越多的人呢把眼镜其实当做了一个配饰。对。嗯，那站在你平时日常的时候会挑选就哪种风格的墨镜作为搭配？其实我的话，什么样的风格我都愿意去尝试。其实我更注意一些细节上面的一些设计。细节上，对。那我们这次呢，双生系列的新品呢，也带来了一款非常造型感很强的太阳镜。这个怎么样？喜欢吗？看起来很百搭。嗯，而且你看它那个镜腿啊，是黑色的一个镜腿，然后呢是金色的一个 logo 的一个配饰，所以质感是满满，并且呢也是酷感十足的，而且这是我们的限定色。嗯，黑金搭配，要不要试试？可以试试看吧。试试看。其实这款除了更好的搭配造型之外呢，我们还配了一个高清的偏光镜片，就可以更好的阻挡紫外线，能够保护我们的眼睛。啊，没错，也很适合开车的朋友佩戴。那阳光不是很足的时候呢，可能很多人就会选择一些比如说这种彩色的浅片来搭配，比如一些黄色的镜片啊，它会很好的出片，也会给整个的气质啊跟风格带来一个不一样的一个配饰。嗯，没错。嗯，特别是我们现在的其实很多年轻人啊，说实话就经常熬夜嘛，然后就会出现黑眼圈，有的时候大家也会佩戴一些黑框的眼镜来进行一个很好的修饰。对对对，有时候状态不太好的时候可以用镜框来修饰一下，就当做化妆的时候，没化妆的时候的素颜神器是吧？对对对。而且一些深色的服装啊，然后粗黑的胶框呢，其实反倒成了最百搭的一个款式。然后我还听说现在因为这个喜欢的人很多，所以大家呢都亲切地把它叫做莫森的素颜神器。那除了我们黑框素颜镜之外呢，莫森还有腮红镜，它就是把这个颜色啊加在了我们镜片的下方。这个浅浅的透粉色呢，就像是把腮红打在脸上一样，然后通过这种方式呢修饰提亮我们的气色。很厉害了。而且呢莫森的设计跟考量呢真的是很全面的。那其实不光如此，有时候呢一些比如说服装上也非常的适合搭配眼镜。比如说我们经常会有一些西装的类型，那颜色较浅的呢我们就可以搭配一些金属框架的眼镜，就很斯文，也能够提升我们的颜值。没错，而且现在眼镜呢也越来越可以给我们的造型去加分。对，变成一个配饰的感觉。没错，所以大家其实也在慢慢的接受就是一人多镜的一个潮流趋势。那么从应用上来说呢，像日常用电子产品啊或者看剧本啊这类时间，就是会用眼用的比较多嘛，我们就会选择一种重量比较轻的一些框架眼镜来搭配防蓝光的镜片，用于眼睛的保护哈。那拿这个来说，其实它戴上很轻盈，然后佩戴也很舒适，整个的感觉呢就像是没戴那种感觉一样，就非常的不一样。对，确实很不错啊。而且现在大家也越来越重视视力的防护，对，选择一款适合自己的光学镜呢就特别的重要了。哎，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好好的保护一下我们眼睛了，因为接下来的环节呢就要来针对一下用眼护眼，我们来讨论一下，来聊一聊现在很多年轻人忽略的一个眼部的问题以及护眼的一个重要性，好吧。来，我们接下来就一起移步到这边。因为现在很多人都是长期用眼嘛，有的时候长期用眼的一些坏习惯其实会对眼部造成一些不可逆的伤害，比如说近视啊，或者更严重的眼部疾病的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们不得不要去面对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请战战我们一起来猜猜看哪些是被大家忽略的一些用眼的一个问题，好不好？ OK， 没问题。我们先来看一下这边哈，其实日常呢比如说在使用电子产品啊，或者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一些有害的蓝光就会对眼睛呢是有危害的。你知道具体有哪些危害吗？危害啊，眼睛疲劳，然后睡不着。眼睛疲劳睡不着，我们接下来就一起来揭晓一下，看看你说的对不对，好不好？好，来，第一个是眼底病变。眼底病变
这个看着就挺吓人的，挺严重的，蛮严重的了。对，来再来看一下第二个会造成的是视疲劳。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视疲劳，其实就是你刚刚讲的，就是脸部用眼感觉比较疲劳，有些会有那种胀胀的那种感觉，很酸有时候。对，好，第三个就是睡眠障碍，有时候会这样吗？就失眠嘛，睡不好，对，睡不着，会造成一些失眠的情况。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用眼。所以其实有害的蓝光会有很多的伤害，大家要注意用眼啊。像我们平时，比如说你拍戏啊，我们主持啊，经常有时候会需要熬夜，所以站在会不会有类似的情况？经常会有这样的情况。百分比是百分之八九十，百分之八九十吧。对对，那其实熬夜对我们的眼睛呢也是有很大的一个伤害的。那其实呢，我们也希望就是站在平时要多做眼部的一个防护哈。就比如说你拍戏拍久了，要适当的休息一下，多看看远处，这个还是非常非常有用的。没错，其实最根本的还是就大家不要熬夜。对，你觉得熬夜对眼睛会有哪些伤害？熬夜对于眼睛有哪些伤害？就是。可能会眼睛干涩，干涩，然后酸胀，红血丝，是吧？肯定会有，就是会有的，对。那我们来看看熬夜对于眼睛的伤害都有哪些，我们一个一个来揭晓一下哈。OK， 我先来看一下第一个，眼疲劳，眼疲劳，感觉很累，很累，再来看第二个，角膜炎，有发生过这种情况吗？就是红血丝嘛。角膜炎其实有炎症的，炎症要涂那种眼药膏。对对，然后第三个，结膜炎，感觉他们俩这两有什么不一样？感觉他们俩是亲戚，但还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是角膜，一个是结膜，还是不太一样。哦，干眼症，其实我有这个症状。干眼症吗？经常要点一些那种眼药水。眼药水，对。所以其实熬夜对眼睛的伤害也是非常大的哈。我所以希望大家呢，在这个平时呢，一定要多多的就注意休息。没错，但咱们的行业其实有的时候也没办法。好，那刚刚呢看到的是熬夜，其实我不知道大家对于紫外线的了解深不深啊？我们是听很多的，就是眼科的医生说过，就比如说什么白内障啊、眼底病变都是由紫外线来造成的。那我们。请站站也跟我们来说一下，你觉得紫外线对于眼睛可能会有哪些伤害？这个我估计也是什么炎症啊，或者是之类的吧。拍戏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是在户外拍戏，紫外线就是阳光特别强的时候，睁不开眼睛。对，拍古装没法戴墨镜。没有办法。然后平时其实你像我们今天这种在棚里的情况也是一样，因为很多的灯啊、强光啊照着对眼睛都会有一些伤害。对对对，你刚刚讲了，比如说对眼睛有哪些症状你觉得会发生？像我的话可能会流眼泪。流眼泪，这个情况是挺常见的哈。对对对，我们来看看紫外线对于眼睛的伤害都有哪些。第一个，眼角膜和结膜的一个损害，这听起来就挺害怕的了。这跟刚刚那两个亲戚很像。对，第二个，引发白内障。哦，这个就很严重了。这个就是很多可能，比如说到了这个中老年的时候，累积的一些东西，就会直接把这些问题都激化出来。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紫外线有的时候也是非常重要的。第三个是视网膜病。视网膜病。最后一个，眼周皮肤老化。因为大家其实买护肤品有没有发现，就是大家会特意买一样东西，没有什么鼻霜，没有什么，但是有眼霜。眼霜啊，因为眼周的这个皮肤是特别容易衰老的，所以戴上个眼镜你觉得就可以解决问题的事儿。对对对，是是吧？要可以佩戴一下我们的太阳镜。没错，其实有的时候非常的有必要了。对，非常有必要。好的，那其实太阳镜的镜片呢，比如说对透光度啊，或者是阻隔率啊，都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要求。当然除了深色镜片之外啊，现在比如说流行的浅色镜片也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防护作用，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啊，我觉得大家更加的喜欢佩戴这种浅色的眼镜。
浅色的眼镜的话，看得比较清楚，而且造型感也很强。对的，因为浅色片现在是潮流趋势嘛。那么除了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款之外呢，莫森其实有着很多不同的搭配的太阳镜。那现在呢，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款也是非常受欢迎的，比如说对于造型啊，对于出片来说，我个人觉得都是非常非常加分的哈。那其实可能大家对于我们莫森的镜片呢不是特别特别了解，那今天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你觉得莫森的镜片都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呢？我觉得应该是防紫外线，刚刚说到的 对吧，然后有清晰度，然后轻薄，因为有的时候虽然大家都知道戴镜片很好，但有时候看不清，或者看着世界都是那种黑黑的那种感觉，哎呦，太不好了。我们来看一下莫森镜片都有什么样的一个优点。第一个优点，你刚刚讲的清晰度啊，增透性能，看得更清晰，显得更自然。没错。来，第二点，哎，这个咱们都没想到，防水啊，它在雨天的时候也能够应付自如，因为有时候下雨的时候，咱们那个眼镜会有一些那种露水，或者是雨水，擦不干净，对，它可能会自动滑下去。来，再来看看第三点。好实用啊，防尘，持久清晰，不沾油污，易清洁啊，这个很重要。有时候擦眼镜的时候，你真的越擦不干净，越脏。对，而且你不是随手身边就会带个眼镜布的，是，就随便拿个纸擦，可能就会对眼镜的那个镜片伤害比较大。来，第四个，防磨耐氧化，硬度更高，用得更久啊。省钱了，就不容易碎呗。对，好多呀。第五个，你刚刚有提到过防紫外线，对，过滤紫外线啊，过滤紫外，护眼必备。还有已经有这么多优点，还有一个，来，啊，防蓝光，防蓝光能够过滤有害蓝光，呵护眼镜。所以其实如果你选择了莫森的那个镜片的话，就这么多优点，对眼睛又很好，然后与此同时的话呢，我们用的时间又很久，并且生活中使用的话呢也非常非常的方便。没错，所以就毋庸置疑一定要选择我们的莫森，选择我们的莫森镜片。那今天呢，其实我们不仅是认识到了很多新品，我觉得我们也快学习了一些护眼的常识嘛。也要感谢战战的出席跟分享啊，希望我们优秀的国产的品牌能够以后能够走出更大的一个影响力，并且呢能够成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效的工具，为大家提供更好的一个便利。同时呢，也希望我们的国货的国潮产品呢能够越来越好。那更希望这一次境界双生多面多变的主题能够带领大家去尝试和体验不同的面带给大家的一些改变。没错，而且很高兴今天可以和大家一起交流，分享我的心得。是的，今天要特别的感谢战战，谢谢，也非常感谢我们的品牌给大家带来这么多惊艳的产品啊。多面多变的双生系列限定款呢，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支持，也希望这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能够找到一个合适自己的眼镜，启发大家呢去更多的尝试以及保护好自己的眼睛。那这次创呢还会有更多的惊喜和更有趣的互动，大家欢迎大家持续的关注，也要再次的感谢战战的到来，谢谢、希望大家都能选到自己适合自己的眼镜。好，再见吧，拜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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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先不要急着走开哦。